void. They ask you how you are, and you just have to say that you're fine, and you're not really fine, and you just can't get into it because they would never. Mokra S.是那个卡墙壁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你不一定要每刀这样子。我等下可以教你们怎么卡，阿嬷都会卡的，嫌疑人。收台之前，跟你们讲一下那个实际那个要怎么卡。它其实是有一些，因为每一次嫌疑人开膛是固定的，所以它只要基本上你动作没做错，你要担心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卡到一半，它会跳起来射箭啊。那个跳起来射箭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你发现被它射的时候，就直接往它的身边靠过去，然后等它三发箭射完之后，再继续重复loop就好。开场进去直接扣紧你的那个钱，然后按住你的充值，因为看到地板上这边有一个温度的那个，这边挥了两刀之后，然后跳起来。这样就卡进去了。你也不用一直防御攻击，防御攻击只是为了要让攻击的速度比较快一点。你发现到你角色踩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里有没有？这里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块？踩到这里，然后这样子，踩到的时候按攻击两下，然后你听到他的脚步声跑过来的时候，你就按跳，然后踩墙也不用踩太快，就稍微慢慢踩就好，跳到最高点，然后再踩，然后再踩第二下，蹬墙，就这样。妈呀！再び間に合う。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他跳了啊！他跳其实没关系，反正他下来之后再去找他的地方。那个就是 RNG， 有时候他就会跳上去，没办法。用这个砍的好处是，有的时候他如果要跳上去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他那个 timing 如果对的话，是可以把它捞下来的，差别在这里，而且打的速度会比较快。啊，如果你没有很追求速度，你只是想要玩这个梗的话，你这样子就可以，很简单。就反正他开幕，他这个 boss 在开幕一定是这样，然后踩到嘛，一二跳跳。被砍到你了，在空中被砍到你了。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直接在这个地方出，不然他会利用出行。你看吗？如果我在这边出行的话，他可能会被挤出去。啊，他这次没有被挤出去。但我等一下再讲，就是有你不能那样，其实你是不能那样出去，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因为他角度的关系，然后你会把他推出去。所以其实你在看我在打的时候，我都会稍微这样子往外面一点点，这样把他往那个角落里面塞，这样子可能这样会比较好，不要让他跑出来。上屋顶要怎么跳？上屋顶啊，上屋顶是有些地方有些地方你在助跑的时候，你在跑步的时候，你会就是它的那个可踏入的那个位置是会比较宽的，就是该怎么说？我试一下好了。就你看啊，如果我是这样子跑，就是会，你在要出去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你会有个起跳动作，但是他的判定还是在粘在地上，所以这边要做的事情是，你不要太靠近右边，你稍微往左边一点点，然后跑的时候。你等到你确定你的人这样子，你是这样跑嘛？你等到你确定人这样子，就是往变成这样，变成这个动作的时候，然后按跳。这个好像也不能太左边，不然这样子会不成功。所以你应该要在中间一点点，大概这样子吧，差不多在这个地方，然后按跳。他这样其实就是跳出去，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要踩到那个屋檐。就是这样子，然后确定好你的人物的位置正确之后，然后往右边拨，就很快速的把你的类比奥原本不是推前嘛，然后快速的往，你想象这个地方是一个长方形，然后你要把你的角色往那个地方看，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很快速，然后看到你的角色已经到这个地方可以踏墙上来的时候，按一下跳就好了。这里是体感，这里是体感，但这个体感没有很难，因为它的指令输入的那个宽裕的时间其实还蛮长的。你这里转视角要过头，那就是你对那个视角的掌握度还不够熟悉。从这样子，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从这样子到这样子应该是60，45到60。这样，然后这个是你在跑的位置嘛，然后你人往这个地方看，然后你要踩的地方，你要踩的地方你在这里，然后你要往这边，你要往这边推，所以大概是我觉得这个大概是60啊。你如果是用俯视图去看这个地方的话，它是长这样子的，这样子有没有比较好理解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屋顶、屋檐的地方，这样应该很好懂吧？所以实际上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视角调正之后，调到你会比较好搬的角度之后，或者是其实你可以这样子，你其实也可以这样子啊，这样子会不会比较直觉一点？就是你先扣住。然后等到你要跑的时候，你要跳的时候再这样往前推，这样子有没有比较直觉一点？我们会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因为我们正常在跑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上去的，所以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把视角这样转过来，因为这样子它要转的那个幅度会比较大，而且这个地方你的视角会这样卡住，所以我们是直接这样子做。那可是如果你不追求那个时间的话，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角度这样子卡在一个你觉得操作起来比较舒适的手感，然后这样子往前推，这样子也可以。我们会那样做，有很多原因，就是基于我们要求自己的速度要做得很快的前提之下，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子啊，你是这样子有没有对齐？对齐这个梁柱，或对齐这个你接下来要踩的那一个屋檐，这样子直接往前推，这样子其实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没有踩空，踩空的原理是你在地板上面，你在任何有地形的上面跑的时候，你在快要离开这个平台的时候，按跳的话，你会有一个跳的动画。那它这个动画是会判定在你人还是在地上，所以这个部分原理就是你利用跳的那个动画去无视掉你已经脱离地面的这个规则。所以你才会造成说，你会看到我是在踩空气地板的错觉，理解吗？这边更简化一点，就是如果我是这样子，我在推正的时候，我再把视角推到我要看的方向的时候，我就已经同时输入跳的动作，就是在推，我在确定我已经推到我要的角度之后，我输入跳的动作，那这中间的这个时间差就刚好会是我快要离开这个平台的时间，所以。这地方你可以就是用成简化法，你把它理解成，在你推完角度，调整完角度之后按跳，那刚好它就是会，你的位置如果是正确的话，它会符合你快要离开地板的那个时间差，理解吗？啊，讲原理很复杂啊，实际上做起来就是这样子，先固定好，然后推角度再跳，固定好推跳，就这样，推跳跳，嗯，好啦，好像也没有人在理我，就是算了，老师上课都没人听，我知道了，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是这样子，说海，切心啊。切心啊，切心！以后不教了。